两个人在2年前进行过一种约战，那么今天我们是在中继永寿世界格斗竞赛的擂台。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看到徐晓东利用之前加上的鼻腔已经出血，蓄势以待。那么徐晓东只用短暂的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李克腿的使用。 现在这个徐晓东说：“你打吧，没事儿。后直再来，这打不还手。我给你一腿，你能站多久？支撑多久？哇，一个飞膝。” 后脑颈部是被击打，尤其是倒地是绝对被击打。比赛开始了，万人瞩目的狂人冬瓜头点穴，比刚比赛开始了，完了！倒地以后不能击打，倒地不能击打。看，你看这一次比赛里面，狂人冬瓜真正的发挥起了他的全的力量的优势，不给点穴师，我就打近战，我用我的力量。 狂狂乱战，停！我们看到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。为了保护吕刚，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了。